如果你正在玩一款宫廷养成游戏，你会怎么选择自己的人设呢？我要住在皇宫大内，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。身份卑微，穿着破烂，每天刷夜壶，脸上还有一块伤疤的人才是我，立夏。不心疼我，也心疼心疼地板吧，这地板都要磨破皮儿了。娘娘宅心仁厚，今天放你一马，你到院子里来，马上。好嘞。好饿呀。陛下。啊？工桶烧完了没？姐姐们，我都饿了一天了，能不能吃完饭再刷呀？这么臭，你居然吃得下？你是屎壳郎吗？说好要活出个人样，我低配女玩家绝不认输。别怪没提醒你，珍惜现在刷工头，毕竟以后刷不到。后天你就要嫁给殷公公了。嫁给公公？殷公公又老又丑，不洗澡，还有狐臭，脾气不好，还酗酒，已经打死两个宫女了。啊！三下输了，我不玩了。电子游戏。一个全球年产值超8000亿美元的巨型行业，世界上最大的造梦工厂。我就想问，这人物买了装备之后，为什么战力还能再减100呢？啊？为什么呀？还有你，原来什么呀？你想拿出这个标准啊？你听我解释。停！让游戏早日上线，我们绿洲游戏工作室的员工都不眠不休地加班工作，因为压力山大，偶尔争吵也在所难免。没事吧？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要这条支线干啥？我立夏就是为你们打造梦幻世界的一只美工狗，加油！游戏有多梦幻，现实就有多惨淡。
这惨淡的现实里，也有梦幻的一面。走啊。嗯。走啊，夏夏。昨晚又没回去。你怎么这么小啊？一会儿就要开始第一次内测，我先过来准备一下。哦，你辛苦了。跟你比算不上辛苦。你最近太累了吧？皮肤都没以前好了。啊，是吗？逗你的啦。早点回去准备一下，你可是第一个内测的玩家哦。我先过去了。萧宁就是我梦寐以求的。问你个事儿呗，你说咱内测为啥要找夏夏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方博，别乱说啊！你看信号 OK 吗？啊，哎，哥，那你这就没劲了，喜欢就喜欢呗。我觉得夏夏挺好的。找立夏内测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很普通嘛，除了会做饭之外没有任何优点的，扔在人群堆里又找不到。整天只知道胡思乱想，咱们这款游戏面对的就是像他这样低配的女玩家。再者说了，你老大我找女朋友，会找这么低配的吗？夏夏，你今天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们改天测试一下。请选择人物。选择难度，非常困难。非常困难模式有两次复活的机会，但没有任何特殊的技能，请确定游戏一旦开始就夏夏，我们只是个测试而已，其实没有必要去。对于我这样的低配玩家，人生本来就是非常困难模式，就让我低配到底，做自己吧。你的故事已经生成，请推开前面的大门，进入炼狱皇帝的世界。
可以啊，要是这个时候再有两只老鼠，就更逼真了。受到温度，我四已经这么黑科技了。你怎么又偷懒？还不去倒夜壶？还要我们叫你？真晦气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给我这就过去。敢问姐姐们怎么称呼啊？少装傻。我是立春，我是立秋，我是立冬，我是立夏。废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麻烦姐姐们带我过去吧。哼。起得这么配套讲究。别怪没提醒你，今天娘娘不痛快，你到夜壶还来晚了，你倒霉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立夏给娘娘请安。滚进来。滚进来！啊！这次啊，是给你长点记性，下次要是再敢晚了，别怪本宫不客气。一女游戏搞这么暴力好吗？你嘀嘀咕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奴婢知错了，请娘娘息怒。还愣着干嘛？夜壶不到，你是想喝了吗？反了你了，还敢吱吱呀？是不是想拿你的丑脸吓死本宫？你们打算跪到什么时候？皇上，您一天没吃东西了，龙体为重啊。皇上不用膳，奴才不起来。皇上不用膳，奴才不起来。皇上，都给朕撤了！皇上，这是太医和御膳房精心准备的药膳，因岁月操劳，为了南庭的江山，皇上务必保重龙体，请皇上用膳。请皇上用膳。皇上，您去哪儿？朕乏了。要休息。后天你就要嫁给殷公公了。
夏夏的手艺果然是天下一绝，找女朋友就要找立夏这样。你老大我找女朋友，会找这么低配的？除了会做饭之外，没有任何优点吗？扔在人群堆里又找到。为什么不是超级有钱，或者武功盖世，或者盛世美颜啊？光会做饭有个毛线用啊！皇上。用膳吗？不必了，朕不饿。皇上，皇上，又怎么了？翻牌子吗？奴才通知蓝行斋准备一下。把衣服脱了、啊，皇上，不好吧？少啰嗦，躺床上去。你要干嘛？坏了坏了，来人了！哎，千万别想不开啊！哎，进水了吧？你才脑子进水了呢！你明明是个太监，还耍流氓。流氓？流氓是何意？仿佛受之父母，则可任意毁之。哎，你不懂，我不是要挑拨我是。就等一下，这游戏里面的人不知道这是游戏啊！我要是说了实话，会让人当方的抓起来的。哎，总之你离我远点，我的事你别管了。哎，你可知道自杀会跌入无间地狱，受无量痛苦？你不但得不到解脱，旁人还要替你收尸上后，凭空受到牵连。那照你的意思，我因为不能给别人添麻烦，我就不能死了？我已经活得这么惨了，还不能死是怎么的？想必你是受容貌所累，一定受了不少苦吧？但即便如此，你也不用去死啊！对不起啊，长得丑脏了你的眼了。我何时说过你丑？我岂是以貌取人之人？算了吧，你虽然是个太监，但你也是个男的，
你们男的都一样，都不靠谱。不靠谱？不靠谱又是什么意思？不中肯。你敢再说一遍？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怎么有你这种恩将仇报、不知好歹之人？总之这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，以后我的事你也别管了。我只是不想见死不救，我以后看不到的，你死活与我何干？那你还站在这儿干嘛？我走与不走，不用你管。起啊，小哥哥，你人美心善小天使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可是不把你气走，我就得留下来嫁给太监了。第一个进入游戏的玩家是立夏，咱们这款游戏面对的就是像她这样低配的女玩家。非常困难。现实不满时，我们逃进了游戏。当游戏玩不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又想逃回现实。其实我们最想逃开的，是那个没有勇气直面的自己，那个软弱的、自卑的、低配的、不完美的自己。决定同命运为敌，步步靠近着看清笃定。